个月的这个这个观看那个超绝提升哦，就超绝，因为开爆，对，因为开爆了。今天才13号，你把13号你已经满了哦。对啊，好扯哦。我要得加补。我这两天也要开。我要爆补。开爆。来啊，开台喽！开喽！开台喽！开我开呀！不能讲秘密了哦。为什么秘密？我跟你讲那个。哎，开台了，不要讲了，开台了，我不要再讲秘密了。哎呦，好，等下讲，等下讲。等一下，不能再讲，不能再讲了，不能再讲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开完台再聊，再开完台再聊。我刚不知道听到谁那边手机噔噔噔的时候就按下去了。开什么台的？我来试一下，等下再聊那个团团的那个女朋友。啊，好，好了，没有，我先打，我打 ADC， 我打 ADC， 好好好，照片有没有？有没有照片啊？有没有照片？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知道。哦，照片要长这样啊！哦，哇，好帅啊！好漂亮。他很辛苦，他还去送外送，对不对？哇，对对对，好辛苦的。他也喜欢粉色的嘛？哎呀，对啊，他听起来很有赚钱能力。我跟你是粉紫色哦，粉紫色哦，嗯，杰克是粉紫色的。没有，它是咖啡色。哦，呀，不敢快。到了，都到了。还没，我还没走过去，还没走过去。杰克今天请假，他说人不舒服。哦，他不舒服了。对，怀胎十个月了，要休息一下下。哦，好。可以这样子呢？这样不行。啊，好，来重要事情宣布。是我们的轻松高校呢，没意外哈，应该就会在今年年底在做这一季的结束哦。嗯，对啊，下一季呢就是会换成新的一季，我们的地图档会全部重来，装备全部重来，好，打掉重练，打掉重练，对，没错。那请各位好好珍惜未来这几天，看你们是要直接大花特花还是乱玩都行的，好不好？讲好像我有钱大花特花，真的哎，好像我很有钱一样。哎，我好像还不错哦。哇，你真的是不错有钱。你中奖那真的是很多啊。好，那就后面自由活动。好，买乐透。你刚才没抽乐透。哎，我们高校这样子算一算，剩几次啊？三次吗？这一次是倒数第三。对啊，换家。三次啊，哦，对，三次，13、20、27。那我们校长要不要聊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一季12月底要结束啊？其实就主要是因为没梗了，不是啦，没梗。观看你是有差啦，就是想说，观众会比较喜欢新的东西嘛，那我们就是之后，其实因为很多我们那个旧的东西，有些旧道具，有一些可能就是会出一些状况，已经有一些就是像你们可能。合成上去却发现有些东西 没有上去，这样子它东西太多有出问题的了，所以就一次把它打掉全部 重来，再加上可能新的东西的话就是成效会比较好一点，观众比较喜欢新的。那请问要想 idea 吗？ idea 啊、哦、idea 可以、啊、你们可以慢慢可以提供啊。好啊，你有系统的轻松主题。我记得我在吃饭，刚吃完饭，我就在跟哈基讲，然后哈基整个就头好像在痛了。哦，你做了什么？需要那个啦，需要稍微好好规划一下啦。因为我跟他讲了一大堆，然后他就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、要好好规划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是那个嘛，上课嘛，那之后看看是要怎么变什么状况，是要去外太空啦，还是怎么样子？外太空。病毒肆虐，世界末日，世界末日，哎，好像也不错哦。我们要有个共同目标，要来去拯救这个麦块世界这样子。哎，那是不是每过一段时间会有什么特殊事件要拯救世界啊？哎，好像是可能会有。哎呦，而且所有的这个什么装备的掉落率可能会有所提升，到蛮好掉的哦。哎呦，哎呦，代表装备更好弄咯。应该会蛮好弄的哦。哎呦，好棒啊、哦！太好了。嗯，啊，
牌哦，就是不会说要你运气才把它弄到神装，你可以就是慢慢弄到神装，直接就是固定有这个模式在上面这样子的。哦，那好像也不错哎、欸。哦，对，就是专心弄就好了，不用说你装备怎么合，然后两个合上去属性都不对。对，这样真的会哭哎、欸。上一次是这样子啊，三个攻击对三个攻击，合下来剩两个攻击。太尴尬了，怎么越弄越惨？好，好吧，惨心心，很哭哎。对啊，嗯，哎，人员有变动吗？人员目前就是打算都算照旧啦啊。如果有想要自己离开，或者是想要推荐谁进来，也可以提名，或者是就是。再讨论，再讨论，再说啦。我希望说大家都还在啦。哇，你这个发言听起来好难过。我很希望大家都还在啦。我是希望大家都还会想玩。你讲，没有，你讲了两次还在，突然让我想到另外的意思，让我觉得有点……哦不，好不妙、哦，好危险哦。对。没什么 get 到，我也没 get 到，怎么了？啊、希望你明年，希望明年大家都还在，大家都还在，就、啊、就是对，这个不要啦，我本来是没有这样想，但他讲了两次之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啊，因为很重要啊，就是突然冒出别的意思的感觉。我是希望你们都还在啦，你们都讲了，听起来越来越不妙了，听起来越来越怕，越来越不妙了。好，来去把那个中介上次那个塔没弄完啊！你剩三级，你还要用哦？把它搞完，我想把至少是把它弄完整啊、哦，完整的有始有终，有始有终，有始有有始有终，厕所里面挂时钟，有始有终，不要啦！啊！结果我这一季我都还没有存到一箱钻石哎、欸，那我你一直花、啊，你就是在用啦，你存在花、啊，你是真的有心吗？还是没心啊？要讲哎、欸，你真的是没有想要给你，你不想要给就直接讲明了，这样子人家才不会有期待。对啊，真的，你可以，你给他可以给我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给他。哦，一支款项，一支款项，先给你，或者是你可以留到下一季再继续。哎，那空箱就没有了吗？他不是已经空箱开始了？从空箱啊，空箱开始啊，对啊，从存惊喜吧。我们有空箱可以轮，是不是？空箱。一天到晚都在还钱的酱油，我还了一整年的，这有点子吗？你要欠钱欠过年哦、喔，这样不好。欠过年对不行哎、欸，你要赶快还完。酱油你现在几组啊？我看一下，我一箱我一行半一二什么一行半？一二，你本来不是两行多吗？怎么剩一行棒了？他上次就在上次不是在冲装？他有冲装啊，我剩14组。14组，好惨哦你！14组砖是不是？砖呐、啊！我那也是很扯哎、欸。来看师傅，来看看我的师傅，爆了！哎、可恶！一二三，哇，14组砖有8064个钻石哎、欸。太夸张了，我连半组都没有，很猛哎！哇，不会是上次幸运的熊猫团团？哇，你有没有电卷啊？啊，我后面有用强率啦，我有用强。这是你的遗产，哦，不是遗产啊，遗产，太妙哦！你都诅咒他诅咒一整年了。哎、欸，你真的给我笑死！原来你希望他活着是这个意思哦。你知道给我多少吗？嗯，他给我五组的钻石钻啊！哦，你中一次乐透哎、欸，好爽啊！真的、哦、要中一次乐透哎、欸，好爽、啊！明第二次都还没开奖，先中了，好扯啊！哦，我剩六组半，好、哦，我有21组哎、欸，好多，好扯啊！所以你其实也是斟酌在那个哎、欸，斟酌在花的，没有像我一样乱来。啊，我都有大概半桌，我就去花光，直接花掉。好笑。
哎、欸，我可以当散播爱的圣诞老人呢、欸。到处发吗？到处发。对啊，散播什么爱啊？这是我最后的不稳的这样。对，最后的财产。然后这种是杰克不在哦，省了半组。哦，杰克哭了，哭了。哦，你两个大神大神，哇，直接很勇哎，直接八哎，我很勇哦，哇，很勇，这个赢要冲，输要冲，继续冲，你只想冲，我只想冲，哎呦，继续冲，再继续冲，好，继续冲，来，继续冲，好，我来，你的掠夺嘞，对，我要来冲掠夺了。哇，是不是就是一个气势？你要卷吗？出一把很强的剑了、啊。你要卷吗？那个附属性都没在用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洗，你知道吗？要慢慢弄。哦、对啊，嗯。重置时你有多少啊？啊可以拿去洗。哦，大成功！哇哦！屁嘞！屁嘞！好狠哦！太狠了吧，熊猫团团！我也觉得我好狠啊！哇，太神奇了！对啊，我也完了，我觉得我完了。最近你有什么要抽的、啊？谢谢。那个 SP 的那个谁，那个灰机快出了啊！灰机完了啊！完了，扩约机快出了。SP 哦 ，SP 哦 ，SP 的扩约机。对，特别强大，特别强大。OK， 我的天哪！哎，不对，我怎么了？白死了哦，差不多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太习惯那个另一个伺服器，只要死回家就好了。不对，这里要珍惜生命的。忘记的，哎，真的会不习惯，这是真的。都会真的，没办法，圣诞快乐啦！同一个那个，哎、这时候我就要讲那个，酱油给我的是36个钻石钻而已，你们拿几个？你笑好狠哦！啊，没事啊，你跟那个师傅的财产不是共有的吗？共有的，我快花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用来跟我拿。太难过了，花钱如流水，真的是花钱如流水、欸、在那个锻造台前面，真的钻石就跟水一样，就这样，就跟抽卡一样，很恐怖、欸、一下子就不见了，真的，一下子就吓死。刚刚我不是还有五组的吗？怎么眼睛一眨没了？没了，看不起啊，没了。哎、欸，对耶。那我要来冲一下这一把杰克给我的超吸剑，超级吸引剑，没有错，超吸剑不浓一点吗？为什么要吸的？啊，吸这样比较好吸起来，没有啦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自己也在讲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你们两个居然可以对话，还是蛮强的，对吧？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。好可怕哦！什么鬼啊！哎呦喂啊！好了，记得买彩票哦！买了，买个！哇哇哇哇哇！没有中奖机会了。嗯，对，没有错。哎呦，冲装，冲起来！哎呦，过几呢？过四，过四了，过四还行啊，哦不错，行啊，可以啦，他过四，他过四了，高于平均值啊，他高于平均，哦对，过四的，不是过四啊，不要过四的，不是，今天好恐怖哦，这好不吉利，有一下还在，一下想送人家走，对呀，对啊，他们那边遗产，那到底是怎样？天哦。真的很失控哦！你今天是在挑战什么？就是委婉的送人家走吗？还是怎样？你们今天的隐藏任务对不对？真的太光临！你们这怎么又有隐藏任务了？不讲一下？就是今天就是教你如何不用脏话的揍人家死。
起量不知道打不打得稳。年末年末冲东西率 up 大优惠哦。这样子团团要哭了，不对，团团那个刚冲那么多过了，冲他很开心啊，他已经没差了吧？没差，他没差。我还有钻石可以继续冲啊，如果你有用的话。对，你有用的话，你有用的话，哇，你真的好高哦！团团今天好凶哦。没有，我不敢，哪敢？你们是谁？我不敢，火力全开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，我们是谁？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在哪？不要杀我，对不起啦。西内的，西内的，西内，你是今天要多凶啊？明明之后还有两次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把所有该凶该讲的话都讲完了，西内，好好笑。那个更新一下啊，嗯，我没有更新那个抽那个过的几率，但我更新了他的水位。他的水位变怎样？变高。如果你变，你是平，就是没有任何变动的话，是加三，然后退等加六，爆装加十。哦。水位提升了。这个、多，对。好猛、哦。偷看一下。失败，就是脸比较黑的人出头天了。对。那、如果你真的太黑了，那个九十几趴你还是过没过，那就是对。那就没办法了，那个就是命啊，那个就没办法了，其实黑到骨子里了，救不了，对吧、啊？那个救不了。你打得过吗？你是怎么了？黑蒜骨子有黑蒜是不是？没有，骨子里有黑蒜。哎、欸，黑蒜来了哦！哎呦，终于来了，吃喽，该吃喽。吃起来哟、哦，来哟、哦！今天的那个什么副本，随便打啊、哦！怎么了？随便打，随便打，都可以的意思吗？对，几场都可以哦。哦，只有今天吗？就是我限定一下啦，至少一定要有一张光碟以上啦。哦，好。我为什么搞得好像今天是最后一次？没有，为什么呀？要至少要最后一次的前一次啊，不然赚的钱都没得没丢回来。是啦。阿旺家在哪兒？你这是年终跳楼大拍卖。哇塞，我家盖好多久？问我家在哪？圣诞老人到了，你找不到家，结束了。迷路人。那阿旺一定是个坏小孩，有没有？不听话的坏小孩，你是不是要送煤炭到我家？哦，天哪！我还在打你，我还在打火，就是36个煤炭砖。我三十哇，煤炭砖是我的是煤炭砖，你的是煤炭砖。那我知道哪里那堆煤炭砖去挖矿了。对，我那你有火把哎、欸，我也是很善良。是，谢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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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家的对岸啊？啊，那当然，那么你他跟你家都是最远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错。原来你住在对面住这么久了都不知道啊？对啊，邻居当那么久了。知道我的对面有个邻居哎。哇，嗨，林君，好久不见！哇，感谢邻居的钻石。哇，这就是富豪的感觉吧？有钱人以后到处撒的感觉，原来就是这样吗？对啊，一生体验一次就可以了。一生吗？一生体验一次。直接有钱到处抖内。对啊，原来这就是到处抖内的感觉吧？这个就是抖内的感觉，有没有体会到了？那我终于体会到了，一直吸一直丢的感觉。而且我之前是看那个人家那种国外的 YouTube， 他们就有做过嘛，就退出了实况组，然后就是到各个那种超小的台，然后去抖超大金额，吓死！哦，有，看过那个。哦，拜托酱油，钱都从哪来的啊？酱油，拜托。他抖最低，我记得是1000美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超夸张哎。我直接抖到一个吓死，然后他还就是抖一个那个就是那种
就是户外型的那种实况组，就是一边走一边跟大家聊天的。然后他抖那个女生抖，他直接在超商痛哭，因为他抖超大一笔。哇！他好像说他开台的目的就是不是我要赚钱，是他是想就是赚到的钱是拿去赞助。然后他说他抖的那笔钱刚好够他就是资助一个项目这样子。哇！我现在已经变了做善事哎。对啊。对啊。可是你要刚好抖到这样的人，然后万一不是的话，那人家耶，我要去买电脑，我要买车了耶。哦，对啦，他们有好胡闹的啊，他抖。走那种就是在玩那种吃鸡的游戏，他说你发现队友害死我，就赌你多少钱。哎，是不是只有老棒生猪啊？对不起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还有，你说阿旺之前的吗？之前有一个吗？全部都变成 boss 啊？哎，我又打到一个老棒了。是飞飞的啊，然后之前那个是阿旺的，对啊，阿旺那是另外一种，对啊。我们还有没打过的隐藏光碟吗？对耶，我好好奇哦。应该好像很多吧。对啊，还有别张吗？我也很好奇，因为我你也很好奇。好好吧，没有，你要做我记忆力就不好，喜欢我就好喜欢就喜欢就。嗯，我也不知道耶。设计师，所以设计师表示啊，这个东西我写过吗？我写了几个？忘记啦，不太确定呢。我写在哪里？啊？你可能在哪里找不到了。完了。啊！三种，还要是有一种，那还有一种，有一种还不知道，还有一种隐藏的。对。没有，我打了两片老方生出。我也是，你要吗？我来玩。来，我想玩。好啊。走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刚去银佑营那边，当了一大堆光。我也要来玩，大家都要玩，大家一起进去会发生什么事？进去，对，Go Go Go！ 一起走，一起走。那血不是会炸到不行？那就炸到不行啊！感觉像是最后一次大家在乱玩了。对啊，没有乱玩，没有乱玩啊，没有乱玩啊。我们是很认真的在玩。对啊，你在乱玩你的财产啊。我们其他人是没有啊，我不知道。月月跟，没有没有，我是突然很好奇，月月跟杰克的武器是有到1000是不是？好像有吧。好吧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只是很好奇。想杀人了吗？打。极值是多高？我记得好像还有谁有吧？我来，等一下，我来，等我一下。我把身上清空。啊，身上清空哦。我有中介珍珠哦。好，好。你要用中介珍珠顺到旁边去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在打。走喽。人数对哦。自己的身上有发光哈。嗯，人数六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按按钮，小雨打工打过，再一次。哦，对，好，有都发光了啊，有，好，好，我被打，反正有被推走，没事，哎呦，哦，哎，哎，提供光碟的没进去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少人在外面。好，我有啊，刚是显示六人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现在是六人没错，进来是六人。我靠，我没有哦。不是没事，我再去打你们。是雇佣兵啊，我们是雇佣兵。雇佣兵，雇佣兵有部分的。白痴。给我打！你们是打了，等下每个人给我20个啊。不要再把我推到厕所里啊！血量好像还好哎，好像差不多哎。啊！砍死小雨！传说的那个其实它不会因为你那个变啊。对啊，是固定的。怎么变啊？感觉跟平常打一样。血量的那个数量。血量。啊。他就算是盖起来我一样硬砍把他砍死。不下去。我在各种吸引。哎呀，这蜜蜂的血量也蛮厚的。
那边不用打，那边不用打，那是那个不用打他，他之后结束就会那个。对，他想说最后是会自己想。你为什么要打他？不要打哦，你们好坏哦！小帮手，我天啊，好狠！他自己在他附近会补血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会解中毒，还会补血，他很好哎。舌头旁边有一只眼睛发红的小蜜蜂。对，没有，你知道这个就是吸引剑的坏处。我刚刚在打那个棒，然后他就。自己蜜蜂被吸过来，打那个棒，他很棒啊，那个棒，哎，那打很快，打很快啊，对啊，这个他血量没有影响，血量没变的话，其实人都是最好的。我下不去，骑不动啊！都没吸到，我吸到了八个壳，我吸到八个，耶，我也吸到八个，耶，哦，五个，我是角落还有两个，角落这里还有一个，我刚刚在钻石要从哪边分呢？钻石不是每个人身上直接给，人都有啊，雇佣兵的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他啊，是那个吧？雇主啦，雇主啦，雇主嘞，雇主。雇主在地狱啦，我在地狱啦。雇主跑去地狱去了。你放在我家前面箱子好了啦。干嘛？雇主呢？我在楼上。我把那个雇主来，范围大一点好了，那个禁区里面的范围都大一点。哦。哇。不然就大家挤成一团了。哇，你给太多了吧？居然要碰。好，塞到你家箱子啊！好，哪一个箱子啊？门口的好吗？哎，进去的那个有铁矿的那个。好，哪个？有两个哎。哦，那个可可豆左边的。哦，好。继续打光碟。叶妹啊，叶妹太多了吧？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大家都没睡呀，差不多。哎呀，完了！我每次都要想一下，我这鞋在哪里。两滴他记得记忆力真的很不妙哎、欸，我觉得。想一下耶。因为我就想到，我就洗系统化，就洗好了，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那样子，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柜子把它锁起来了，然后就不会去动它了。时空胶囊那种吗？然后突然想说啊，它那个东西好像放在哪里，然后就找不到了。没错，就要想一下我当初是怎么写的，然后我要去这个索引要去找。所以最后一天会有时空胶囊吗？索引都打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好，不是，是因为我索引写这个连去那边，那边在写那边，这个是属于副本的资料夹里面打开，玩家的在玩家把它打开来，好像哎什么什么地点的，然后就被打开来，就被很多连接在里面，就很多层的。对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石头都用那么快嘞。嗯，对啊，你真的要冲的话，真的只是一下用，真的一下就用光了，一下就没了。真的。啊，那我要去找野外的什么光碟？野外的那个啊，塔。哦，打一下，打完一下，拿个装备回来冲啊。爽冲一波，十万格！哎呦，红土大陆，这波，唔在底的，唔在底的，那只好努力打喽，只好努力打喽，都打喽啊，不想打喽，没关系啊，我最近也不想打。我不知道几百年没打了，对，我也是几百年没玩了。你们不是都在打那个宝可梦集结？哦，对啊，那不是类似 LO 吗？差不多，可是其实实际上类型一样，可是内容差。嗯，对啊，一个是灌篮，一个是打塔，一个是打架游戏呢。灌篮，可惜音效没有三分球。哎、欸、，no！ 啊啊啊！我到了，上副本啊，
啊，亏你飞了10万格啊！我这边怎么没有？你要不要回来？我在楼上啊。飞到你，怎么飞到你头上去？我再看一下，如果没有出，我就回家了。你觉得你直接回来，他已经生了，不用砸了。一般五在卖卖门车啊，真的很头上。入口在哪里？嗯，哦，找到了哦！啊、嗯，谁丢啊？是哦，这个是打过的吗？这个怎么？这个是打过的？哦，是打过的。对啊，哦、这里面有火把。上次的吗？所以他是在我家楼上很久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Pew！ 哇哦，他 Pew！ Pew 出去了。踢出去的，酱油有空吗？有，你可以踢踢我一下吗？好吧，我再整理箱子。你要三角锥吗？对，你这边不要动哦。好啊，看到有人打你，你打回去哦。我被打死怎么办？我的尸体还在。老唐在家吗？我在家。哎、欸，去去去，那个鬼出来了，打他！哎、去打他，他掉光碟，我在烧光碟。好。嗯，那这样我要把我这个帽子拿去捡能石看看。你要捡、啊，你要捡哦。你不如把它都加到五条五条，然后它是五条啊。哦，它五条里面有三条是攻击，我想把不是攻击的弄掉。哦，那很拼哦，你很赌哦。八几率？这个很有。你去赌另外一件有三条的比较。可以的，我觉得试试看看可以的。那、啊、我要在旁边见证。我先不出门了，我在这里看一下戏啊。你这是在见证，还是你在准备要笑场？嗯，这、啊、么多欢笑了，该让我看一下了吧？那为什么要在旁边？看到等等的滚！我20%攻击被删掉。一个攻击，一个生命，一个跑速，两攻速就感谢。No， 哇，没事啦，我之前是这样啊，没事啦。好了好了，我打到一张这个，你带回去啊，都带回去，都带回去给他们。啊，我回去放箱子。好，师傅在家吗？他在楼上。楼上。一，哦，变大猩猩，变大猩猩，喂，真能真能真能，攻击，哎，移动速度，还行呐，三条攻击，两条攻，两条速度可以啦。你要不要拼那个攻击，全部都是趴数啊？嘿嘿今天怎么没看到 boss 啊？我想要去打头。刚刚有一个、啊，刚刚有两个啊。嗯、哦，有两个、哦、有吗？嗯，被打掉而已。哦，好。想要来磨一下。磨？对耶。磨。对啊。那我这个也磨一下好了。磨。这把剑也来磨一下。磨。真能真。哦。真的什么？生命。生命加成，我要来玩了哦！三攻击，三攻击的合起来之后就会变成几攻击呢？一攻击。可是三哦，最少会有，就算是全部都拿到其他属性，也最少会有两三两个吧。十取五。好，没有，最少是一个。哦，四个攻击耶！四个趴数哎！哇哦！哎，你这个爆一样耶！你好爽！暴喜！四攻击，洗属性喽，洗数值喽。这个里面有6个是攻击，取5个，弄出4个。哦。
欸，魔化是在潜能鉴定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我要魔化了，然后魔出什么呢？打经验，打经验，经验，经验，抗性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强，这个很强哎、欸。受伤时获得抗性，哎、欸，那很棒啊，是有机会不是吗？其他的，必定，哦、必定哦。哦，哦，你是说套装效果就这个哦？对，哦。你知道全身套装有其他的也是这个东西的话，你知道弄下去被打一下就是抗性二。好扯，他说最高可以要抗性几啊？四，抗性四很扯，减80%哎，哦，对啊，很猛哎。那你四件装备加左手副手就六件，你六件里面有四件是这个的话，就是必定抗性四。好狠哦！好狠哦！再多就不行了。他说。究竟是你的抗性厉害，还是你的耐久厉害？我也想麦克可不可以抗性改成就是那种爬数比较，就是数字少一点，然后可以叠多一点这样子，因为它是一抗性加20%。嗯，那你最高四啊，不能到五啊，五就无敌啦、啊，五就不会痛了。对啊，那就不能说一阶10%这样子就可以跌到90%也行的。那个你们有在观察重置期的各位？你有看到一颗没有勾出来吗？靠腰，一颗，一颗15块贵不贵啊？一颗15很就最便宜的价格了啊。嗯，哦好。怎么了？笑成这样？没有，我刚不小心挥到钓竿，然后我就发现可以把潜能台上的那个东西勾出来，虽然捡不起来了。白痴，他们勾到旁边去了啦。出来，超好笑的！他被刮到旁边去了。我刚才点到没、欸？我要点台子没点到，然后钓竿就把它勾出来。你的精英怪出现啦、啊！阿金，你看，把一路勾过来。嗯，加成。我要排队排月月这个台子。就是地下啊，地下。我、哦、地下还有一个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原来十六十。可以顺便看小看那个隐约的冲撞。哦，我把那个好的数 debug 就先关掉好了。好啊。把那个不会看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啊！幸运爆了。哎、啊啊欸，你有十趴，你有十趴。哎，你有十趴，你有十趴，十趴，不是，好乐观，好乐观。我想说，我要抢绿，对啊，抢绿啊，抢绿哦，这就没办法了。你要知道，这有曾经有人拿抢绿选连爆哎、欸，连爆三个，啊、连爆三个，真的是没办法。他都说那叫强爆卷了、欸。强暴者，危险的！我的天哪、啊！生命20，四，选谁？我要又要找这个东西在哪里？30、40、70。哦，月月弄完了吗？我快没有醒来了，所以我想说先停。好，我想要醒到最少，看能不能三个100%。嗯，那很堵哎、欸。就对啊，现在没醒来啦。你能呢？有人有醒来吗？收购，收购。重生，不是重生啦，重生。重生。重生。你能可以的。你能，华姐。在哪个箱子？哦，大成功。哦哦、oh, ，大成功！哎、欸，你这样很红哦。大成功，喜能我也只有一点点，那、嗯、没办法。因为喜能比较好用啊，喜能跟真能比较好用。而且喜能常常一用就是很大量的消对，就是一直吸一直吸。它是一个毒品，用了停不下来。是。好，先这样，先这样子这样。嘿。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攻击力多少？来上去看看，看看。你在运气吗？啊，对啊。好，没有了。我第二排才要不够了。哦哦，那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要钱。
你要钱哦、喔，钱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去拿钱的、啊。对啊，就是说材料不够，不就钱吗？想要钱就收啊！我要加薪。钱钱我也有。哇！哦，你今天运气怎么了？天哪！熊猫粉团。哇！就是他了，磨下去，熊猫团团。磨什么？磨了。磨什么？磨死？磨死？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再磨它啦。我等一下再磨它。磨我先耐久，耐久到十。好好，魔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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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魔力。好烂。魔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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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力。我好烂哦、喔！我刚不能这样说你自己。还有，说这个图就好。他刚各两条攻击，然后总共就是六条这样，然后现在浮水只剩下一条攻击，好烂哦！常有的是，常有的是，烂烂，他要被我拿去人道消费，人道消费，哎，经验值啦，啊，努力怕经验啦，你还缺什么经验？哦，你有弄到苦力怕了，那我们所有的有经验的都拿到，哦，真的假的？苦力怕就是你缺的、哦。对啊，你看小小雨哈很久了，你感觉好像很开心，他很开心啊！不要有人把它吐出来了，我很开心。收集完成，哎、欸，他出现了哦，后面会再出现的哦，小心哦。哦，先不要、欸。哇哦，直接冲了，你得加布哎！我跟你讲，不会爆。我跟你讲，这就对了。冲冲就是要这样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冲下去就对了。不行，你只是耐久，耐久不用怕啦，耐久不用怕，不怕、啊，不是，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钱的问题。全去打副本啊！耐钱跟酱油的、啊，他是圣诞老公公。有了，他已经给我了，他已经给过我了。老公公，你还剩这个内裤了。虽然老公，你要拿着空着袋子说，真的没用了，真的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袋子打开给你看，里面真的没了啦。这样好了，我把改那个潜能，不是可以就是随机几条出来吗？嗯，鉴定直接出来就是一定是最大数。啊，你是说直接五条吗？金钟就一定五条，然后其他钻石就一定四条、嗯，就不会说只有一条两条的。哦哦呀，这个就是下一季的改版内容了。哦、oh, 先试用，抢先体验。抢先体验啊！打电话叫杰克起来了啦，他一定很哈，他一定很喜欢玩。哦、oh, ，我突破不了，我的伤害就是888。那个啊，村民啊，就是我打巧克力啊，哦、对啊，打巧克力好。我是直接在这边看，这几个可以点自身数值的，我是在这边看。哦、他怎么又回去了？你又倒退路哎、欸，怪怪的、欸。对啊，我全部又回去了、欸，我没钱了。打副本啦、啊！打副本啦、啊！打副本啦、啊！打！我去把我家的家里的都拿出来了。有谁乱塞光碟？不要乱塞！来敲这个。你说什么光碟乱塞？右下角那个箱子吗？对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满了，我不知道塞哪里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就直接把它消了。没地方放了。没有，我现在在那个啊，因为你这边打、啊。对，他在打光碟。你要来吗？我把一些光碟合成一下。我、哦、可以合哦。可以合成、啊。可以合很高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是我上次没有参与到的时候吗？啊，那个旁边不是有管理员？嗯、哦，旁边有管理员可以跟他。哦。我把它合成高的，省一下空间。好、哦。谁的幸运稿可以借我一些？我的可以，我的可以，我的幸运三要吗？我的家，我家，你去拿。哇，你高一点呐、啊！幸运五要吗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有点发了哦。干、欸，好棒哦！给我们扒一下的。嗯，扒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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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扒
怎么这样打还比较难得那么热情？对耶，所以今天送了这么大，那我们会不会官服那一天就可以全部功能大解放？你说直接钻石让你充到爽吗？对啊，就是最后一次啊，最后一次可以啊。哎呦，耶，咖啡，你手把它遮，就爆雷出来了。没有，我只是在猜嘛，我是好奇有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刚瞬间失落一下，被发现。你怎么讲出来？怎么讲？没有，我知道。然后不能说吗？没有，我跟我们那，然后我们就说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他刚才跟我讲什么？他刚才跟我说，跟你讲，我们那天还要办欧菲大考验哦。欧菲大考验，谁可以在两个小时内抽一把最顶的出来之类的？然后什么超绝攻击奖？我们就那个十次抽，然后看谁会最高的。完了，中了啊！那个最后那个全部爆雷了，完蛋了！最欧洲奖，我送他十颗钻石这样子，然后马上就掉了。你说下一季开局送十颗吗？十的现实。哎呦，下一季开局他那个使用期限就是到那个2021年的12月31号。啊。好像还不错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啊！啊，有想法的那个可以直接踢到那个我的粉专了，好不好？资讯粉专了。嗯，你不贴的话，他等下就会忘记了。嗯，不然你贴了还会想说是哪一个观众？98，哇哇，好不行耶，这好像打不完耶，好痛。98，这是哪一把？是怎样？98。是怎样？厉害！是怎样？我妆会不会爆掉？我看一下，哪一把来？在哪一把？叶妹，不要咬了！没嘎，箱子，一比嘎，一比嘎啦！芝麻哦，真的哎，好气哦！嘎嘎挠挠，麻塞麻塞，麻塞麻塞。哦、我想一下，我下一季房子要盖。下一季房子我要盖一个弟弟没办法住人的。那你就在高峰啊，那你就要到岩浆了啊。直接盖高度-64。哇，高度你就高顶住人了，那就变你家就变成摩天大楼了。对，我是盖一个大楼，然后一楼上住的同学，一楼上住杰克。对啊，你就是公寓一楼的、啊。那我们下一季就是轻松大楼了。是吧？你想一下、啊，之前想要拉昆士有没有？轻松大厦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就盖在哈基头上，盖在哈基头上一整串。对，有点像，你现在其实要刚好拍六人行，是不是？怎样？不知道我是有多难冲啊！你猜呀、啊，冲不上去耶！我知道我是有多难冲啊！耶、yeah, ，有钱了，太好了！要强哦！你怎么又有钱了？那我来打那个、啊，哦，我来打副本，打一个头破血流，打一个头破血流，打不到第二张哎！没有，我刚打一场。160，你头流血了吗？快了快了，我的装彩就爆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呀、啊。太危险了，太危险。可以无限打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各种打？是。乱打。没错。我把时间都合上 T3 了、啊。我要打打看 H3。啊？你收到、哦？明天。来、哦，没有啊，这里啦。现在一个小助理来，他有冷却时间哦、喔啊。上面旁边按钮，旁边按钮。哦，原来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啊。哎，现在可以打 H2 啊，你要不要先打一打？啊、北七现在可以打，就是我放一张进去，然后一直刷卷纸牌。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对啊。打钱然后出来刷。应该公吧。大成功！哦
没有猴子，哎呦，哎呦，爆了爆了爆了，我怕了。你怕啦，我怕，我不是闯一下，没有这么多东西让我冲，冲了啦！我等下这个再爆，我就要去空手打副本了。你说你缺什么东西冲？你缺强力是不是？我去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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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这个问题啊！哦，你缺钻石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没事没事，我们进去冲钻给你。我缺钻了。哦，缺装啊，没关系啦，再冲就有了啦。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再弄。那个就不是再冲的问题了。出去打了就有了啦。不行，你是说服不了我的。拿幸运冲，要不然我箱子还很多吧，你拿去啦。那你自己去冲，奇怪。还是我要送你，我这边没有冲的装。自己去冲啊！啊，你没有装哦，我箱子里面你自己挑啦，真的啦，箱子自己挑啦。在干嘛？是新人，到底是为什么不自己冲一冲？奇怪，看错了吗？啊，自己冲装自己的装会爆啊，冲别人冲装别人装爆了可以笑啊。哦，我拿你的装去冲啊，不是一样是你容易爆吗？奇怪，那是我剩下的装啊，那可是不是我冲爆的、啊。你到底在搞什么代充服务吗？哎、欸，现在有人有找到巨塔？什么巨塔？巨塔没有、欸，就新的副本。新的对啊，副本没有。好吧，那我去找一找，我没看到我就回。呵啊，谁是强绿？我哦。哎、欸，我一传来就是少界塔、欸，好可怕、喔。错了，打打。效率谁？效率谁？磨了磨了，效率死就磨了啊！磨下去啊！磨，好来，我就去磨，我去拿石头。你要不要先把它生成玉水稿那个再来磨？对吧、啊？你可以生玉水稿。对耶。我有玉水吗？我好像没玉水。我看一下，我还没有。我看看。看。没关系，你先用基底那个磨过去就好了，玉髓基底的、啊，一层过去啊。没错，玉髓基底，对耶。对啊，聪明哦。可是那是二分之一的几率啊，它不一定会效率会过去啊。哦哦，苦啊，到时候效率没过去就尴尬了，对，直接哭爆。哦、是没错。你哭我们会笑啊。是这样子吗？因为刚刚不在讲这种事情吗？反正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、啊。对，大家很合理呢，哎，合理的。有了，你说什么？你这就不是偷偷了，你已经在吃了。突然间灵光一闪，想吃东西，我要找东西吃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对，忘记拿那个魔石。魔石我很多哎、欸，拿那个潜能的水晶去开很多出来，我有六颗。哦，你要吗？我有。要。都是他。那赌石真的还蛮容易开出魔石的。嗯。嗯。反而比较难开出喜能石，或是那个真能石，开不太出来。来哟，磨，磨，不是洗个潜能先洗好一点吗？算了，不要。磨了什么、啊？加一个跑速。多加一个满的跑速啊！那真的是蛮尴尬的。是那个跑工具啊，还可以啊。最尴尬哎、欸，最烂哎、欸！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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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个回去而已，已经没有了，钱没了，啊，酒够了啦，先放着，这只是偶尔用一下的而已。哈哈。哦，奇怪呢，啊，现在就都不出副本啊，之前出一大堆，奇怪、欸。
真的整理箱子才发现自己。你先吃完再讲话啦。请加料，请加料。没人跟你抢。你刚如果再多塞一点东西在嘴巴的话，听起来就很像村民语言。就是如果真的很舒服，他可以讲超过一个字的话，大概就是那样子了。有时候真的开始整理箱子，才发现自己都爱塞垃圾。差不多，正常。完全都是垃圾。什么垃圾？它都是有用处的、啊，只是你现在没有用到而已。哦、小雨在干嘛？我在经验塔。哦。我在修我刚才被打烂的装备。好，没事了。我想说运一大堆，需要人帮你打唱片吗？不是一大堆唱片要运回家。哦哦，这需要想说拿个介符合过来，大概还是酱油过来。来了来了，他现在是正在吃。你站在这边吃东西，等我。吃东西，站在这边吃东西。我看一下哦，阿旺在家吗？我在副本。好。这个跟我家狗都爱吃啊！哦、你狗饲料，你吃狗饲料吗？什么东西？我连家他连他家的狗都爱吃啊！哦、我拿个面包在那边吃，我家狗看到生气，说好像我不分他。那你有分他吗？有啊，我分他，他更生气了，因为我只分他一点点。他不能吃太多吧？啊，照理说不能吃太多，应该说连吃都不能吃啦，照理正常来讲，也是啊，正常来讲，他不能吃人类食物。什么面包？调味。嗯，就一般的海绵蛋糕啊。好了，感谢酱油。好嘞。你要带一些回去啊？你要打什么？啊？带一些回去。哎、欸，刚刚谁讲啊？好多。怎样？超多的啦！啊，这边就一只一个啊。上次哈基说的没听吗？必掉哎、欸！必掉！哎、欸，他们三个没声音、欸。啊！我吓到我了！突然，谁没声音？我在挑光碟，我在挑光碟。突然，他们三个没声音哎、欸！这是哪三个没声音？你们三个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在认真的挑光碟，看我挑什么东西。抱歉。啊，我在思考为什么副本还没出来，这样。我想说，刚刚不是跳出来了？有吗？有啊。你看那个往上滑，有外遗迹出现呢、啊。啊、哦，白痴哦！我被那个飞翔跟呼吸加一洗掉，没看到。加一。哦。加一洗粉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完了，我靠！啊，哎、完了！哎，怎么出一个？好，我要继续整理箱子啊！摔死！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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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了盾牌币，好痛！啊！啊，我在打什么？没有，我在试武器。哦，你可以打酱油看看啊。啊，不是。不是酱油，我看起来像稻草人吧？我不像啊，我不像。哦，我们误会了吗？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大家这个活力很旺盛。还好，我觉得这个讲出来真的好真的，想搞事的。啊，嘿，你们可以帮我外送个苹果吗？为什么是苹果？金苹果啦，哦哦，我没有想到副本第一关居然是可恶的毒蜘蛛。啊，我来了，碰啊，有我呀！
哎呦喂呀！是我从二楼吸下来的。不是啊，你要讲一下。想到你们手脚那么快呀、啊？对，我没有想到你们那么快。等他在你后面啊，有人捡到，你捡到。我也给你了。啊，有吗？哎，哦，谢谢，啊、有了，有了，感谢，感谢。我一次下两个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吓死哎、欸！我的妈呀！哎呦！看一下哦。卷还够吗？我来冲。哎，副本管理员吗？对啊。哦。先把它合上去。嗯，别来打他。咦，有这把哦，哦，有这把，哦，有这把，哦，哦，啊！我怎么下来了啦？等一下啦！你都拉进来了，抱歉啦。哎、欸，我站很边边了哎、欸，等一下啦。我被拉进去，我在换光碟啊。谢啦。你是怕啥呀、啊？我还没死。啊，就。血量跟那个，主要是血量而已。啊，他打会有一点痛。没有很痛，普通而已，还好。普通痛。A two 而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换装备。两倍而已吧，两倍还是三倍？好，那我打他们痛痛。让他们痛痛。拿剑石剑，然后一直挥挥挥，一点八开挥。张还在加二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加三了，哦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就高于平均值了，再一个，加五，加五，加五了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没了，你冲完了，冲完了吧？加五也是很强，加三就十五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对啊，哇，一张过了，一张过了，等一下我拿了三十趴吗？我前两张过哎。哇！我觉得后面八张没过了，没过，没过，你抽一下别的东西啊！没过，没过，没过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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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一张啊，没事，三张，但是标准，刚刚那个张的好屌哦！要，快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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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好像之前有冲过一把五张还是六张的，哇，爽！加五哎！我把他打过去，然后把他吸起来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我想再有再冲，冲去，冲去，冲。有，可以。加速哦！加速人的。真的想说跟杰瑞交易到一半，怎么被抓进来？他被抓交替了。咦，我生命三十这么少？哎、欸，好了，攻击好了。哦，这个帽帽三条攻击。有没有人缺合成的、啊？要三条攻击的帽帽啊！三条攻击的帽子，三条攻击的帽，对啊，钻石的。哦，好像不错，好像很猛哦。一杯吗？好像可以。哦，可是我现在没有石头可以跟他弄。对啊，没啥给你，因为我的帽子是四条，我应该不会再去冲他。先留着，我之后再。看能不能多弄一些洗能石跟真能石，还有两次还三次机会？嗯，就十一颗哎，那、啊、你要洗能真能就要一直去打他，对吧？现在只有他会那，嗯嗯，还有去挖黄金啊，因为去红土、啊、红土那些地方挖黄金其实蛮多的。
啊，我不要再过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哇，你好像在叫我家的猫啊！下下下来，他们带路。给我下来！猫咪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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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。对对对。我要去修妆。把那个冲卷你要显示爬那个数字，你爬树成功还失败显示出来。跑太快，所以走楼梯下来会一直跌倒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下楼梯一直摔，一直摔。再来去红土洋玩。来。是是有毒啊！水位，水位，水位。那个强律真的是有病哎、欸！你前面也爆两个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无情哎，强律，我受不了了，有病的强律。那你现在爆了就可以拿他那个水位来垫别的装备啦，啊、你是有一个對是有快上去的吗？我把它垫起来。你看你又可以再冲了哎、欸！这水位加二十了是不是？我没有稿子可以冲了、欸，可以给你啊！可以给你啊！哇，谢了！真的有啊！箱子也有，水位加二十的哎、欸，哇！哇，水位加二十哎！这很香吧？那那个水位用强率会上会算上去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有。那啊，好惨哦！对啊，我就是想说他有那个底，我就冲了。你好惨哦！那你真的好惨哦！只是二十，现在加，所以冲爆的几率是五趴。对、啊，那你还有强率吗？快！反正这个再下去毁就算了。强绿吗？我箱子还有。再绿一个。我拿一些。你去翻一下，在进去以后第二排的箱子。我每次找你家都要找一些。啊！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我要去哪里？你被 kick 到。在哪？你是谁？对。有人要打副本吗？红土的出了一个、啊，出了一个红土的。我等一下要过去打。这个快、oh. 应该快打完了吧？我发现吸引剑真的很常会越关哎、欸，好好笑。对啊。他会把楼上的球吸引来對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副本到顶了，不是？有个箱子啊？吗？哦、啊，第十箱啊，第十箱有箱子啊。哦、看错。香香的，香香，鼻土。隐约那边吗？对，我这边。哇，旁边。耶、yeah ，去打吧。啊，你不要打吗？我要下去挖矿，挖矿我觉得比较容易挖到那些赌石，拿到赌石再去换那个 reload。哦。嗯，我拿一张强绿了、哎啊。拿。咦、欸，啊，怎么出错了？哎、嗯，写错字哦。天亮嘛。哦、天亮。今晚是平安夜，这才不平安的，我爆两个东西，很平安。我难过，天亮了，阿芳的两件装爆掉了。你问凶手是谁？一号请发言。一号请发言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在打光碟过。我没有头绪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来喽，五趴，我可不过。五趴，五趴，五趴。啊，有了！啊啊啊、可以磨了吧？可以磨吗、啊？我看一下，你属性调整好了吗？属性要不要先调一下？属性还没。好，先洗个。来调整一下再磨。那
太久好像还没有什么。再 reload。哎哎，打副本，打副本，打副本。他就说他不是询问，他是告知而已。没告诉你而已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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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彩虹 ？Rainbow, rainbow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屁嘞！七十趴过三张都没过。九十二，因为你刚刚前面那个过很多，有没有？对，那过五张太多。嗯。这个帽子就三张前面都不用没过了，后面虽然很不想相信，但是运气是定量的。呜呜呜。叮叮，阿旺叮。哎，没有要看你啊。三次，四次。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石头。六次，哦。哦。咕噜咕噜。哎呦。干嘛？看到阿旺。喂。你好坏哦。不是啊，刚阿旺下来啊。哦、今天大家的攻击性很高嘞，真的哎！哦，彩虹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是感谢杰克的吸引键，说这吸引键好好用。对啊，是啊，有被改过。哎、欸，他是，我记得他原本不是，他是不是第一版还好，是后来改过之后变很猛、啊、他没有改过啊。有了，他有改过，他的吸的范围变多了一点点。哦，有差有差，有有有 challenge， 有 challenge challenge。哦，终于舞了！耶耶耶耶！你耐久终于舞哦，你是想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耐久啊？再见。你冲到耐久了。冲错了。我想说终于舞了，嗯，耐久舞是什么意思？啊、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可以，你确定？还两个攻击耶、欸？哦，白痴！我想忍。阿旺绕了大概270度没看到我。啊、什么有声音？右边，然后往左边走，人回答在这里。怎么有声音在这边？其实只要往左边看一下，就是他看到他是往右绕了一圈，绕了一整圈。哦，哦，两幸运的攻击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幸运中后，可是后面没什么幸运的，好像还好。再来，再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再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龙丢五星啊，龙丢五星！不要再给我毒蜘蛛了！不要来，不要来！等下我看一下，攻击都过半了啦，看你啦。好，先讲好。好，我来重置一下。哦，我都生命啊！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很多的移动速度。嗯，照把它铺那种。可是移动速度不是挖掘速度，你要稿子上面要移动速度哦，好吧？我想要拿着稿子照把它铺。好。他这样的，人家骑扫帚，你骑稿子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什么鬼？哇哦，哇，厉害！哦，那个我不小心，万一往后……你在干什么？背就穿了、欸，好恐怖哦！啊，彩虹！那你刚刚有三条生命啊，还不错看、欸。好惨哦！人家下扫帚的时候很正常，你下扫帚万一脚姿势不对，不小心屁股就烂了。就看扫帚那个不，稿子头在前面还是后面啊？不知道为什么起稿子有种海格的感觉。海格，海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深海守卫攻击的声音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塔上面有深海守卫。哦，我想说。我说我这里没有深海守卫，为什么只有深海守卫攻击？
打得很心累累。哎呀，这样小鱼哥被爬不？哎呀，来爬来爬，打副本我也要。来来来，那、哎、要记得刷新哦。刚好趁现在早上，记得刷新、哦。我被爬。来来来来来，等我先换个装，我换装。哎，我装哎。然后我还在跑，我这样子是有够远的啦。用飞的，只用飞的飞过来。我来了，我要死回家了，云月。啊，对对，深海守卫好痛啊！啊啊啊！回来就打个副本再走吧。来的啊，来啊来啊。好，那你等不等我？你需要减速过来吗？减速是什么？减速。现在减速的状态、啊 oh, 对啊，我现在是减速的状态、啊、你可以传我们啊，直接过来啊，哈哈哈哈哈，然后再按下去，哈哈哈哈哈，缓速被快咬烂，还有虚弱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都打不了东西，你就拿着盾在旁边，对耶，我丢个垃圾啊，垃圾鼓掌啊，垃圾鼓掌，把 PP 过来好了。哈哈哈，我这边会多一堆垃圾，还在继续丢，但是话，那我倍率要换一下，不然这倍率大概会打吐。你说血量啊？血量啊，我的血量是16倍，可以啊，我有一个刚刚冲的速度键，不是因为所有人一起打，他会。我们对啊，我们打不完，打四倍，时间是0.2哦。嗯，对啊，会打到吐血，打一般的就。一个人六个，哎，这血量怎么还是这么高？哦，因为加人的关系。六个，好。嗯、那不好说，两分钟。好，发光哦。两分钟哦。可以。赌九九。这样子，我等一下他们是不是原本可以一只一只击杀，然后我全部聚在一起，全部都一起咬我们？就六下一只啊！如果你刚刚一只一只击杀的话，就变成只是六下一只啊。嗯、只是我。我会把他们吸在一起，那就吸在一起。那我也跟他吸在一起，来 来，我们一起吸。你们会有两坨吸在一起的。哦，好痛！完了完了，等一下会打毒蜘蛛，他要死了吗？他会不会死啊？要被毒死了，要被毒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被吸过来了。我把他吸上去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吸在空中。不错，这样跳感不错的。等一下，蜜蜂不要一起过来啦，蜜蜂被吸过来了。卡卡卡卡卡！哎，它掉下来了。再吸，再吸，再吸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什么游戏呀？繁星是1.8吗？我1.8，吸引键就要1.8，不然怎么办？我怕打到队友，不然出事。那我也来好了。对，就跳起来砍了。加油！加油！控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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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怪怪的。还剩60秒啊！大只的不知道打不打。砍住！砍住！感觉大只的有点难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要死了？我靠！蜜蜂！蜜蜂！小雨！小雨！小雨！李子，赶紧去找蜜蜂回一下。是被人揍到。那我是被人打的。你被人揍到。我就是被人打到的。他们怪本身没那么痛啊，应该是被人。好了好了。他也死在队友手里。我多捡1张，1张。哇，总共几张啊？6张。就一人一张啊。有团团在可能会少一张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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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捡到一张，我捡到一张。我说可能会少一张啊。你们没有捡，真的又少一张。我没有捡到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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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这里看你们要哪一张哈。又来了。乖啊乖乖乖乖。啊，抢绿。哇，棒棒！究竟是好强率还是坏强率呢？对啊，他已经骗了我2次。是好强率吗？他是有毒的强率。又有三组黄金矿啊！冲下去！冲下去！赚钱然后马上花。不然哪个不然啊？不然干嘛赚钱？说的也是啊，有道理。说的也是啊，钱是拿来花的吗？对啊，五斗笠。对呀、啊。
像是有机会。怎么了？我在想要合成装备。哦。先看一下哦，挖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！啊？哎，你说合成的话，我看，哦，我看到，。一层会积层，基底是基底，你的基底意思应该就是那个装的那个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好好好，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出来一定是遇水。哦，出看到没有？还有水位，这是谁在打？哦，哦，好险！我的保护有中，吓死我了。还有继承啊！哦，卷轴是继承左边的。你穿好了吗？好了。然后我要冲个裤子，换裤子没耐久，差点爆。谢谢。因为我装备快爆了，掉了。那、啊、怎么不去安德塔？哪里啊？安德塔那个、啊、去修装备啊，中介、啊。我来喽！啊，你一定不知道在哪里。你一定不知道在哪里。你一定不知道在哪里。哈哈哈哈哈！都结束了，你还不知道安德塔在哪里？哦、在哪里？哭的，我才不会说，我也不知道。走回家噗噗回去，回家噗，哎呦，哎，蹦，对，就是这个隧道转弯应该设计成的是就是有弧度的，活塞吗？转过去，哦，等一下，对对，你这样开船是有障碍，转不过去吗？还是怎样？不是，他一直在左右晃，开不了。你是四驱车是四，左边强撸一下，右边撸一下，左撸右轮轴，轮轴可能要调一下，有点歪。我的位置哦，撞车啦！哎、欸，过去跑了。读取完。哎、欸，真的很常跑过去，然后被读取完。对。我怎么觉得我在撸着墙壁啊？你是啊，我一直在撞你啊！我还想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动嘞？哎、欸，所以现在你撞我，你有正常吗？走。哇，超长隧道哎、欸！好远，穿越异世，对对对，有怪啊！那个怪车祸，我抓怪了，这里有怪，有怪，有一只枯光啊！欸、我刚中间还有遇到普利帕、欸，超恐怖的。哦，你那个隧道有那个？不是，是它旁边会有那种一般生怪的那个。哦。然后它跑进去。对。原来是这样。哦，我的轻盈有多少？轻盈有4。他怎么越弄越低？越弄越差。对啊，我一直打，一直出来，然后一直弄，然后把我的附魔越附越低。我知道，奇怪了，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怪怪的哎、欸！我刚真的有打吗？我是记忆是被回溯了。
不对呢，不对呢，快修装啊！等一下，我的翘刺呢？我的翘刺呢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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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不对，摔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主播效率这么差，我想上去看一下，我就跳啊跳跳，就对跳。我还以为你是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想说，不会的，哎。好，回家，继续看痛。他其实要让我回家的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其实我说你们要回来了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贴心的鼠呢，贴心呢。没事没事，你打你的。嗯嗯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垃圾不打开，哪里有垃圾？这个、啊、什么垃圾？白痴哦，你没有装备哦，难怪不开。你没有虫之石哎、欸！哇，里面有掉虫之石哦。哦，我刚去打位，把它关起来一下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再把它掉。哦，因为不是很容易掉装吗？对啊，上次几个在说。有哎、欸，要克制胸甲。胸甲，你要拿起来啊，没有再打打开啊。三条移动速度，跑很快啊。的鞋子，哦，嗯，怎么上面效率这么慢？对，我刚才在想，然后又跳下去，想要开翅膀，结果就下去了。嗯哦，三条攻击耶！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哦，三个鞋子，三个金色鞋子，都是三条移动速度，三条生命，三条攻击。哦，刷了，刷了。可是你怎么会升等？你有在修装吗，小姐？有，我在修装啊。那怎么会听到升等的声音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可是我有个装还没修好哎。好，他修好的装没有脱下来啦。哦，身上满的吧？对。你要修的拿在副手，或拿就是拿着这样。嗯。比较好修。你修好的可以拿下来啊。我擦这个稿子快修好了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想说你其他装备可以先拿下来啊，那修比较快啊。你看我，你看我干嘛？哦，嗯，哦，我穿着它还是会分哦，修好它还是会分哦。会啊，会啊。然后它分过去，如果它耐久是满的，它就变成你自己的经验了。没错、嗯。修好了。爹，你摔死回去比较快啊！去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有人在打副本，回家的路，回家的信号的路，回家的道路，是回家的坐标，是回家的信号了，回家的信号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有人还在那吗？那儿修装吗？哪里？啊、嗯，我还在修。哎呦，当怪谈。显示结果成功失败也弄个颜色好了，快好了，大概还有十只。哎，对呀，阿纪，哎，你好，盒装的时候之前是有机会会盔甲值没算上。我刚看了一下，好像就是继承左边的那件的。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啊、你说盔甲值吗？对，是盔甲值，盔甲值。盔甲值你放上去那个鉴定台点一下，重弄一次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听的。
他那个虫洞就是他会你丢上去，他会把你的那个里面背后的所有的树脂全部清掉，然后重新上上去。嗯，就是上到你原本上面的纸这样。对。就因为像有些以前有些装备，就是它固定上去就是钻石装的防御，但是你升上去，它上去后面还是一样遇水的没有上去。嗯。哦，继续。对，我们之前不是有玩过，就是要我们那个解所有的进度跟成就，那个是实况组同乐赛的生存竞赛。不是，我说我们是高校还是轻松生存有玩？高校有一次，高校有玩有啊有啊，只我记得高校很前面的。那时候是为了解那个不是吗？那个点数我不知道，那次我点数啊，天赋啊，天赋点啊，生存吗？生存是高校，对，然后我现在这好像都还没解到。阿旺有玩过吗？有啊，那时候后来就是说系统会卡什么，所以暂时先关掉了。天赋系统、就是、有一次的活动是说那一天你要解多少活，有多少个钻石？活动那没有，对，那个是高，那个是生存的，那生存。哦，对，点天赋那个是高校没错，对，高校的天赋。天赋那个后来真的太卡了，不行，那个真的是太凶了。啊，白痴！嗯，我刚刚把它当作在玩 EGG 伺服器，我直接跳下去。这不是哈气，刚刚也这样吗？白痴，对啊。哇，你们真的都很不爱惜生命。怎么都这样子？小雨，下一个换你了。下一个，没有，我都是努力回到家的。哦。哦，你们这是不爱惜生命呢？你知道那个伺服器很恐怖哎，时不时就看到有人坠落，有人掉到世界上，脸就烧死，很恐怖呢。基本上都是哈气啊，大部分不然就是我。对，就是你们两个一直死掉。然后小雨跟克白基本上几乎都没有，对呀、啊，比较少，很少。我相信跑图跑到几万格很累耶。对啊，几万格你要回来，当然还是要那个点直接自杀就快呀、啊。我就还没有出门呢、啊。该出门。我在家里。不要宰了，出门了。哎、欸、啊！不要，你们都不要用火药啊！不要、啊，对不起，大哥，给你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我是火药供应商哎、欸，对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我回去买那个火那个鸡排跟蒸奶给你，你去宰，一句话让其他人闭嘴，好爽啊！谁的第五趴？谁的第五趴？有人刚刚冲装吗？好像是我的六趴，抱歉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是说拿下来，然后到潜能鉴定这边弄吗？就潜能这个潜能这边，嗯，放上去点一下。对啊，我点了，怎么好像没有用？嗯，防御力，他防御现在就这样，对啊。啊，你说没有那个防御强度吗？哎、欸，不对，你是钻石装啊。对啊，可是穿上去就没有加到上面，就是麦块的基础。还有爆开了，那你其他的头手那个其他也正常。哦，全部都放。我说点一下，对。啊、哦。现在16趴，那我看一下。哇！等，都点。哇！试跑速的头盔有没有人要？哇！哇！试跑速，酱油不是很想要吗？你穿穿看。酱油你要不要？试跑速。啊！我要。金的吧。可是你忘记刚小雨说过什么了？是跑太快，下楼梯的时候会摔伤。啊，不要下楼梯就好了。一直摔。对啊，你到时候一直摔一整套速度的挖矿装，你跑个矿坑，跑一跑自己摔死了。这样我跟你讲，你倒退着走。嗯，我倒退是不是？这样就不会摔下去。真的啊，讲真的啦。是跑真的，这样速度就不会太快了。而且不是黄金的哦，是玉髓的哦。哇、wow、哦！好猛哦，我的老妈呀！这样他做闹钟意在哪里？没有，就下楼梯的时候啊。其他时候还是可以正常走的。好了，是时候该来冲他了啊！可是他爆了，我很心疼哎。不要冲啊！没事啊，你就不要冲。爆过几次？你就不要冲啊！这
现在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伤得到我的内心了。有再爆一次。我没有那个本钱再爆一次。你缺什么？我什么都缺。来，缺钱我们来打副本，好不好？表演员。缺装备我们可以提供。防爆卷什么我还很多。好不好？我来冲冲看。打副本，打副本，打副本。嗯，好吧。他们人有30%的生命卷轴。卷轴啊，我好像还有吧。卷轴，生命卷轴很多啊。生命很多了、啊。对啊。欸、我只有两张。啊，你都没在打怪啊？有啦，我攻击卷轴很多。几多？几多？多多。多多。我都差不多、欸、可是我们这样会不会打血量太多？好像不行。这样也要生命卷轴吧，因为它只有120秒。你时间这么多、哦，对、oh. 呀，要么时间变短，要么时间要对时间没有，对啊，没有，有，这样有要30%的生命吗？对啊，我来挑战自己运气，我来了，运气又不，时间 T 二就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跑好快！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是撞墙，应该可以吧？蹲，你可以蹲着走啦，白痴。啊，有嘞。哎、欸，你在哪呀？有吗？几个？八辆，三个。有了，三个。好。谢谢。应该叫酱油摸了一下之后到处跑这样子。哦，刚血量会在打，会在刺，会在压。我把酱油吸在墙角落，让他跑不了。哎、欸，来了，对呀，好了，三个哦，之后就爆了，四个哦，哦，这件坏掉了，对，救不了，没有四个而已，没关系，你冲完了，对啊，四个已经是高于平均值啦，四个，嗯，强绿了啦，强绿又要强绿了，你是说那个强暴卷吗？对。强暴卷，还好，我今天都正常啊。你那其他属性还没弄完，先弄完再看要不要强吧。看一下，哇、哦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五倍，太痛了！啊、我升一格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会有燃烧？怎么会有燃烧？你赶快跑！你赶快跑！等一下，先来。你先边跑边回血。我刚衣服死掉。哦，我想说你怎么刚衣服是穿鞘刺的，但是还是很痛了。很痛是没错了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听到有人在 murmur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上去扁他。在揍人呢。等一下上去扁他。等一下诅咒人。死翘翘。哎，一只蜜蜂在他旁边晃来晃去就好了，快点。是不是？我刚一呆是一整坨，居然是在追我，是不是？那狗我都只有错误，我想捋漏一下啦。你要忍够一下，是不是？那很危险哦。我等下就不是还好啦，没关系的。他们等下就负责打怪，我等下就负责跑跟尖叫了。我怕人家说哦，你要鱼肉是不是？那我再上去帮你鱼肉一下。你再等一下啊，快要可以上去鱼肉了。把你鱼肉。听众副本 boss 再变难一点好了，你确定？哦，偷偷 reload 然后把它变难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看看好了。那去角落打掉。你可以施舍个胸甲。胸甲？哎、欸，白痴，移到中间去了。为什么？他怎么飞走了？因为我把他吸出去了、啊。不对，怎么回头？一头在追我。我们刚刚打，然后一整坨直接飞不见了，我快笑死了。突然想到，如果你把它吸起来，对不对？那它脚底不是生那个红色混凝土吗？嗯嗯，有可能会高一格，升在空中是不是。哦，你就升在空中。你看它出去了，然后又从这边走了。你是不是？它其实是求什么东西？它会顺到我旁边。没有啦，怎么打不打就整坨飞不见呢？没有，因为吸出去了，吸出去了。好奇怪哦，这个 boss 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这样、啊？我怪东西在旁边。害怕啦！我打他，我还可以回一下我的装的经验。我真的打 boss。
应该拿盾牌算了。怎么不见了？哎哎哎哎，底下那个那一排是怎样？那一排显示什么？哎，显示这个哦，哎哎哎，不对，哎，没关掉，这坏事被发现了。我已经换好盾牌了，没关掉哦。那这样子吗？可恶，沉不过去了。是啊。小雨的鞋子爆了、欸，地上还有一张卷，地上还有一张卷。鞋子爆了、欸，我鞋子爆了、欸，哦哦哦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适合你、欸，哎，好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安慰他嘛，对不对？好看。怎么意思？没事，我朋友一说。哦，我来挑哪一点是那个了，差不多。Boss 的脚底的那个混凝土会变成三乘三的。原本是哇，这么宽哦！对，好赞哦！所以你们就是要把它堆到就是某个角落就好了，堆高高。对，中间会你一直会很痛。他那个合成装备是不是特别会避开攻击属性啊？他是随机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是随机的。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这个五条攻击，两边加起来五条攻击合下去，剩下一条攻击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避开啊！我的天，你说两边都是五条，就是一个三条，一个两条攻击，然后合下去剩下一条。五条里面有没有几条？十条里面有五条，十条里面有五条，然后你只出了一条。对，哇哦，你好厉害啊！他是特别会避开啊，超强哎！哎呦，真是！我刚刚不是在跟哈基讲那个装备那个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装真的是被诅咒嘞，好恐怖哦！你那个装备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那个他的防御不见了？我超好笑。然后我刚刚想到，我刚刚要跟雨月想说，就是看能不能施舍一个，我想说就是那我就用基底是用雨月那个的胸甲，这样看会不会就 OK， 就不也不行、嗯。诅咒的装备吗？他就是穿上去那个盔甲值，盔甲值是零。哇！对，那你被打超痛的。你去我的那个箱子上面那个箱子，然后那个胸甲就是了。所以我还要再给你拿一个，哪里？传说的胸甲，传说中的胸甲，仓库上面吗？哪里？对啊，仓库那上面那边，哪一个啊？上面那个箱子里面有个胸甲，那个胸甲，除非你把它就是重置死，可是我之前重置死过了，还是一样。上面，我已经属性重置过，然后呢再鉴定一次再穿，还是一样。啊，这里吧，这个吧。这里啊，超神秘的哦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那个是前面第一个是基底，是他跟铁胸甲合这样，然后合完就死了。欸、真的，他是没有防御值的，超好笑，是被诅咒了。对耶，穿上去只剩下我的其他装备的，这是时装啊，有没有？哇，已经时装在这边了，时装，已经装进来了，哎，好猛哦、喔！哇，你是时装啊？减速装备，好啦，他自己可能是黄铜嘛，对不对？黄铜啊，镀金黄铜啊、哦，这个只有我们懂啊，笑死！结果等下观众也就知道是什么，就好笑了。有看完的才懂啊，没看完的听不懂。对啊，国王的方装啊，对啦，国王的方装啊，你他都想干嘛？你今天想干嘛？不知道这只猫不知道到底想干嘛。那只猫怎么了？它想弄你啊！它在弄我，没错。陪我玩，它在对你说陪我玩。就有人没事就要弄它，现在就是要弄你、啊。对，换我弄你的啊，宝宝，宝宝哦，宝宝哦。你要像波波。昨天我们在那边 Apex 的时候，终于在旁边睡觉，他就说。你都拔自己出毛，他不起来。所以他真的，所以他你真的拔了吗？没有啦，就是那种戳他的毛，然后就稍微拉拉拉这样子而已。哦，啊，我以为你真的拔了。我咋敢呢、啊？虐猫。我操！不让你睡觉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好乖哟。嗯，乖哟。猫是最会记仇的一种宠物呢。难怪它都趁你睡觉才。就。我听到你在喵。猫是最会记仇的，你一直弄它，当然弄你啊。你忘冲尖刺。你为什么要冲尖刺？哦，对不起，爆了。来不及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无聊想冲而已。你说堆水位对不对？我知道堆水位。没有。那请问我可以用了吗？这十趴你要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你给我，你快过来弄。我在。我刚不，我刚本来想狸猫换太子，然后偷偷把我的钻石胸甲放上去，结果你换一个尖刺。那你就出事了，弄巧成拙。怎么了 ？Q Q 移动速度精血，拿去弄，嗯，没过。两条移动速度变三条移动速度，哎，行了，还行。就玩到最后，雨月回去看他的胸甲箱子全部都空了，全部都被拿去玩了，被拿去玩了。为什么那个会没有防御值？为什么？好奇怪，连统治时都一样吗？对啊，我已经重置过，我刚刚已经重置过。哦、oh, ，超神奇的，诅咒的胸甲。对啊，被诅咒的胸。哇，你没放还过、哦？对啊。好木。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。有啊，为什么呢？对啊，照理说应该是要有的。还是你那件装备在麦块鉴定里面，它不是钻石装？哦，你说变成是，可是。可是你上去完全没盔甲，只是连是什么装都不是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对啊，那连皮革都没有，对吧、啊？好奇怪哦，你好奇怪哦，他很奇怪，你好奇怪，他很奇怪。你在重新试看，你在重新试看。他有一条诅咒的词缀，红色，然后我等下显示出来就是零盔甲。我等一下试看，来了，传统在玩月月的胸甲。嗯，你顺着讲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啊，好像怎么讲都不对、啊。你在哪一个都怪怪的。对啊，而且他上周的那个 PP 事件嘛，上周 PP 是谁啊 ？PP 事件就是音乐不在挖东西，然后他不是说屁股裂两半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哦，然后杰克就说你卖多少？你说重置是不是？我再重置一次啊！哎，卡了啊！我重置啦，未鉴定了。好，哎、欸，哇、啊，这边会升怪啊！穿，哎、欸，这次重置就可以了。有了，这次就可以了。哦、啊，刚刚我、奇怪嘞。到底多少的 boss 出现在这世界上，一直打到一半被削掉？到底好惨呢、啊！好惨！你说这个 boss 我也很难那个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知道，就是我设计是他会出生一只 boss， 生成在我们的正上方那个天堂，嗯、然后属性什么设定完之后呢，他会随机传送到附近500格内。但你一传出去那一瞬间，你后面就不能控制他了，就是你出去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他在失控啊，对，除非你毒死到他，对。然后因为可是你又不能存同时存在好几个精英，是因为上面的血量是固，就是只能一条一个人去用。如果两个 boss 同时存在的话，他那上面的血量会在那边闪烁，一下是他的，一下是另一个的。听起来他好像有自我意识一样。我们的结果后面是斜线是空的，为什么？哇，好扯！嗯，十张过一张。哦十过一，好扯。没事，过一就过一。咦？嘿、hey. ，
Maple。为什么嘞？我是十八颗钻石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放两张哦。还是你要进去刷卷的？哎呦，这样也可以。对啊，我觉得进去刷卷蛮赚的。嗯，就放一张，然后进去。那把时间的号一号好。可以啊，反正打很快啊。对啊。你会偷打 BOSS？ 那我拿我家的那出去。那我要怼到的哦。Three， 哎呀 ，Three， Thre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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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要修妆吗？我要离开喽。修完了。没有。好。没有。哦，他这个放了变三个，那么大。嗯。我在讲废话。嗯。嗯，在干嘛？嗯。嗯。哎、欸，谁推我？我啊，小珍珠醉的。哎呀，哎、欸，那耐久到后面，你就直接放强率就可以直接那个。对啊，一张强率就是固定加一个耐久上去、啊。对哦，因为它没有包装几率啊。对啊，哦哦，那我要开始来刷强率了。哦，我就省你，我在那边赌那个几率。我记得蓝冰上面会升怪，对不对？冰砖蓝冰都会升，好像会吧，好像会吧。对啊，你要刷是不是 double 双？对啊，来两个一起播、啊，来 triple， 来来来。那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没了没了，我今天一直把人抓进来，来啦，帅哥，来帅哥，来啦，我这看起来很想要打哦，弟弟来啊，弟弟，打一下卷啦，帅哥，弟弟打个卷，好像怎么奇怪的，哎呦。那我想到这很细，那个便利商店，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。便利商店在排队，那个就有一个那店员，他会比较那种，算中二嘛，就是哦，就是就那种人家客人一进来就会鞠躬那种的，啊，好、啊，有礼貌的这种。他每遇到一个人就会讲那种啊、哦，欢迎光临，是欢迎光临，帅哥欢迎光临，美女欢迎光临。轮到我的时候，大哥欢迎光临。好，对，你有讲过，好过分的，超过分的。大哥，哥哥，我知道啊，哈基，他这个大哥乖乖，你就是重复进，重复进，他什么时候叫你帅哥？什么时候叫你帅哥？哎、啊，那你就下次手放后面，然后点个头这样子吗？啊，还是你去买那种就是人家答题的那个冰雹冰雹跟嗲的那个，不是啊，不是有那个拿那个牌子，然后他压就有声音，下去他会弹起来的那个啊，然后就是他叫你大哥，然后你就按那个冰宫，叭叭，答错咯，狗也认同，我叫狗也认同，超级日式综艺的，我家狗觉得说的很有道理。可爱，去看他一下。两张会怎样吗？会怎样吗？我放了两张，你等一下。你放两张？没有，你放一张，我刚没看到，你又放一张。哎呦、啊，多三颗钻石啊！多三，还多六颗要存那个。你是在刷卷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你要不要起来啊？你要不要起来刷个卷、啊？很划算啊！可以啊，啊很划算。好。等一下，在中间怎么九格的红地毯？他红地毯如果被打在空中的话，他不会生成哎、欸。他没有啊，他没有生出来。原本想会不会生在空中，可是好像沒……哎、欸，他不哦，对，会被消掉。对对对对，会被消掉。对对对对对。嗯、哦。哎、欸，再给我拿掠夺，不啦，燃烧器试试看。哦、是我啦，给我做做法了，不好意思啦。哦，我就说做做法了。其实怪都没伤到我，伤害我都是燃烧。被烧烧起来。我也不想啊，做这把武器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有人伤害到我了，小野妹。耶！
你说刚刚那个，你受伤的那个吗？我很开心，嘿。你们还要打卷吗？我正在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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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要看看我的1045，打钱1045，我1045，没有啦，就是我报财富密码吗？10月45号，10月45号，45号，10月45号，好了，到齐了，好，走吧。多人哦 ，Yep， 刚刚是最后一步，最后一秒，他自己走进来，应该把他抓过来的。大哥，顺便，大哥，我拿金苹果打一下你。哎、欸，打他了。啊啊，看错人。啊！铁巨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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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巨人！哎，我把铁巨人吸下来了吗？谁有那个召唤巨人的剑？我的！啊！我快死了！啊！我好痛！原来是被人打到，被人打到，没吸到。为什么？我没吸到。在我这里。哇！还有一张，哇！强力一张那个防爆，我是4张。那我要随便丢，真的要爽！我要随便丢，来来来，我这里是1/2几率，2/1几率选一张。那我要团团这边的，好耶！哎，吸到了，我还没丢完，怎么吸掉？怎么又来？捡到耶！我跑了，耶，好了。我在想说全部丢出来，然后你们再开始选。没有，我们这就叫小鸡效应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一丢就捡小鸡。对啊，就是小鸡的话，其实就是你看到哪边有食物，就一窝蜂冲过去吃。那我刚刚应该要先把宝宝丢出来。太气了！还有鸡吗？还有鸡要打吗？有。等一下，还有小鸡吗？还有贪心的小鸡。小鸡集合。哇，小鱼这个角度看上去很不妙。为什么？什么角度？哎呦！好了好了，解套了。哎呦！小雨，陛下，我看不到啊。等一下，我贴给你，我贴给你。好白痴啊！天啊！不要这么热酷啊！哦！不说吧。恐怖的呢。害怕。这个雪到底是？拢是惊，是不是很久了？这很高的地方会下雪啊，然后又囤积在上面了。对啊，好。啊，对，就那几列的家。对，几列的家。我都不知道，那个黑蛙。对，最容易可。坏掉了。那个我刚刚打字就坏掉了。踩上去受伤吗？哎，踩不过去，它是墙壁。我要墙壁外。它在墙壁那一个。啊，中毒了啊！嘿，哎呦！我又拿到2张券，拿不到钻石喷出来，谁钻石？小雨的吗？来，两张券，然后这边一张，选一张，是吧？我应该是。好，我拿到券了。哦，有选一张吗？有人没拿到吗？有人没拿到吗？拿到了。好，退了。差不多啦。可以再一场。今天玩很爽，所以过时间过很快。对啊，没错。哎呀，谢谢，恭喜！保出来！你刚刚说谢谢，谢谢。怎么是你讲谢谢啊？不要这么客气耶。哎呦。
偷塞东西进去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两颗眼睛在那里？还有，还有，那我再这样子。什么？没人哈、啊，没人呐、啊。奖金就累积到下个月，下个礼拜。我应该就装那个语音材质包，要大家装那个，然后按下去说是没人中奖就放这个音乐啊。真的。奖金将累积到下礼拜。答错喽。其实我发现他好安静哦、喔。什么东西？他刚不是说要去看狗狗吗？哦，对，有哦。他说要看一下狗吗？嗯，他就不见了，看太久了。他就消失了。可能狗狗弄倒垃圾桶吧。狗狗又在搞事吧？狗狗把它弄倒了。哈哈，弄倒了。大型狗吧？大型狗会啊。然后一个冲撞。哦。哦。哦。我刚刚捡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我刚刚阳台有一只猫。然后那只猫看着我家狗炸毛，然后我家看着它狂吠，然后他们俩好像在硬硬沟通。那你就把门打开，他们就不吵架了。对啊。吉娃娃就变打架了，就打起来，直接现场 PK。是啊，之前不是网络上就有那两只狗在那边隔着栅栏，哇哇哇哇哇，然后那个主人把栅栏一打开来，两只狗就不稳，超胆小。好啦，下课啦！啊！刚刚谁中奖啊？没人，没有人中奖。哇！喂！怎么办？我昨天其实有偷敷了四箱，又没中，哈哈哈。好啦，待会继续宝可梦吧。那，这边先开到这边喽。啊！我先重新录影。